水结晶最早从日本传过来的，这是科学的方法，正是我们起心动念，鬼神知道，佛菩萨就更不必说了。水是一样给我们定的，断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不善的念头全部放下，起心动念纯净纯善，这个世界灾难的化解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看到这个世界就要认真做，带头做，机缘遇到了要认识，要抓住，佩服。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机遇、机会、机会，在阿赖耶识里，就是念头的种子，无量劫来有善有恶，善恶种子无量无边，所知不尽。欲缘，他去体验去，缘。也是无量劫传下来，生生世世善缘恶缘没完没了，所以你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。明白之后，佛法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疑难杂症，我们从自己做起，断恶修善，不要认为说起一个恶念没关系，起一个恶念会把你送到无间地狱，不值得。这桩事情我们也看了很多，确实很可怕。断恶修善最好是了解一些大乘经教的所说的理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？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。所以成佛并不困难，学佛，佛教导我们心结行正四个阶段，第一个是信心，坚定的信心，佛绝对没有妄语，句句话是实在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相信佛说，特别相信佛说的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，观音是指十方世界的佛菩萨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助手，帮助阿弥陀佛度化一切众生，各千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一次不相信，缘错过了，还是搞三途六道，他大错特错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信心要坚定起来。真有，我就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我哪里都不想去，只想净土，只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只想到极乐世界。完成我们的功课，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功课。
好声。